你好，请问你是要？您好，我是陈佑元，我前几天有预约贵公司的广告试音。我好，我拿一个学校招生的案子给你试试看，你稿子写好之后进去录音室把耳机戴上，之后录音师会告诉你怎么做。诶，陈佑元先生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，我听到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先从绿荫环绕那边开始哦。三、二、一。绿荫环绕，水岸永坐，光舞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接下来从百平操场开始录起哦。三、二、一。百平操场，精英。把稿子写在同一页。百平操场，你喷麦了，给我重来一次。百平操场，精英一堂，把你的吐香糖给我吐掉。书卷气息，尊荣独享，虽然附近没有捷运。讲优点啊你。游戏级光纤网路，直达云端，独享尊荣级连线速度。那个网路是专题用来查资料的吧？200平空中花圈，你念错字。200平空中花园，空中实验室，空中高尔夫。我们没干那种东西。国中3年最尊荣不凡的选择，一整年的业绩和科展成绩就靠你们了。不需要把这个也讲出来。之所以会选用这个15毫米的器材，是为了测试一个。你拿的那张是口说稿。即日起买就送环岛纪念笔记本。笔记本也太廉价了吧，就不能送点值钱的东西吗？即日起黄金荣第二颗6折，送太多了啊。8方建筑管壁，4季没有冷气，经科学认证，紫外线指数世界最低。照不到太阳的学校你叫谁读啊？附设尊爵独享城市花园车位，停操场旁边就停操场旁边，你在那边。豪华级尊爵室内球场，独享挥汗时光，直篮挑高大篮筐，最高1.8米。直篮你个头，才1.8米。接轨国际，天时地利，20分钟到机场，20秒到中山高，上学卡车呼啸声伴你入学。这幸灾乐祸吧你。整体来说，你见鬼了。不要用春秀的梗啊。